上海时间版四大天王其中三个，前锋佣兵都按掉，放结石。哦，那这样的话是不想让他们有稳能稳就的角色出来，那这样的话保平的一个这个上限会降低。那这个阵容的话呢，看看啊，球队这边可能会选择保平还是要拿机械的，那兵换得要抢，你不抢兵换这局真出事，可能要搬的。祭司也可以，要抢兵换哦，抢兵换不能祭司，你抢祭司你就没兵换了，没人能救了。后面那时候可以搬祭司，二选一，祭司工人位哦，选择心理学家，哇，这一个肉的都不给你，对，切菜呀、啊，哎，红夫人的夫人吗？那把西瓜刀，哇，那看一下求生者这边怎么选啊？那 OB 位要拿吗？那拿个守门人了，拿个入土要防，要对，就拿盾好吧？一定要防，这个你得要防一手红夫人。对，红夫人怕三个、啊，你入土的其实也不怕鱼女啊，对不对？就速修盾啊、以及这个位移，红夫人的三个克星，反正上天入地传送的都有了，对，修得快的都有了，是的，是的。那东玄这边，哎，反手一个鱼女，根本不打红夫人。鱼女这个阵容不好打，不好打，确实。这种打鱼女吗？不太现实。红蝶，啊、红蝶大房子厉害，红蝶大房子很厉害，只不过这个版本的红蝶，怎么说？攻击前后要太。哦，还是没有调整的、那个、没有调整的哦，就是不像现在正式服那个版本，它是出刀就有刀气的。如果现在是正式服版本，这个红蝶毫不犹豫，失常红蝶直接点，是的，想都不用想。但是这个版本的红蝶攻击前后摇，板子博弈是劣势博弈、啊，没错没错，很容易就被砸到，没错。那看看怎么说了，因为这个阵容啊，其实打红蝶真的很爽，对，结石离不了，并换你牵制红蝶是不好的，你勾我一个蝶，你勾我飞嘛。对，还是要博板，就是不能用可以水里的游泳的不怕，但是我有会飞的是吧，我也有红蝶、哎、你会飞我也会飞啊，会 对不对，你会飞，你入土的我可能不太好打，但是你会飞我会飞，是的，是不是就比谁飞得多，你的飞只能飞三下，我的飞无限，对，哎，不过当今版本的红蝶就相比于我们正式服的红蝶来说的话，就是对他那个版的话，已经更新了的红蝶是什么，你只要放蝴蝶我是一定不敢往回翻的，因为非常有可能出到震慑、对，但是这个版本红蝶不一样，要看博弈，这版本还是要博板，对，这四位选手谁的状态不好，谁的基本功不够博弈，对，博弈基本功不是会特别的扎实，那可能出事了，来到突破点，对，而且外围你说机械师这个点其实还是很惧怕的，简直就是个市场呀，对，你想啊，这个局你去中场一跑，中场你感觉中场必有一台一拳，对，一定会有的，是不是，你只能在外面博板，是的，你在外面博板无所谓，我一旦有优势把你给击倒了，我再飞个碟去外面穿一样的，没错啊，底牌万流这边是机械师逃离机械师堂哥的守门人带的化险为宜，也是比较常规，哎，不过病患时代的牵制啊，双弹射红蝶嘛，对，毕竟还是有一些克制关系的。好的，本场对决DOU5的监控者面对微博的求生者，有解说人兔九零 IP 平台的 IVL 实时赛况解说。哦，那这样的话，哎呦，逃离的位置好尴尬呀！完了，而且你看他手上是什么技能？时长吧，时长，四十秒，时长。对，这边先处理一下娃娃。天哪！哎，不管了，处理一下本体。他处理本体吧，娃娃我可以挂了之后去处理啊。对。又被一刀有了，哇！给刀呀！带走。出事情了，这个局。八秒一个飞呀！他现在不能往中场走，他就应该倒在他儿子附近的。是的，要被秒了。但是他怕倒儿子附近的话呢，那儿子就不能修了。对。但是如果倒中场的话，一挂。不过这边还好，这边是没密码机的。哦，他往这边倒也有道理。对，他倒两把一窗倒。没有他，哎，主要是什么？倒太快了，没有技子踹。对。这个技是因为还是好处是吧？秒倒。没有，因为你保儿子，你保儿子，儿子能活啊。你刚刚如果倒在那个角落里面，两板的角落里面，那儿子就保不了了。是的，那先踹一个，其实也挺多的，也痛啊，也挺多的，也痛，那还是难受。无论是不干扰技子，还是干扰技子都好，都难受。没错啊，主要这个刷点的话，确实也是太欧了，对于东玄来说，上来先撞结石。是的，打一下回去还能给刀感觉。直接扯，哎呦，还好。那这样的话，保了守门人一个无伤救，那执行二救的人选还是有的。对，因为时长都用了嘛。
知道，进大东就进吧。这个局其实有点亏啊，我觉得好亏。哎呦，别的一个赶路能力，进大洞感觉也。我个人觉得你要进大洞，肯定打一刀守墓人舒服呀。你讲一下是不是？是的，他是想打的，但是那一刀是被戒指扛到的。不过戒指能起，讲到底。还能摸起来吗？能起，能起，能起。摸很快的。还来一波。再来飞一波蝴蝶。哎呦，感觉好远，这个洞真的好远啊。很远，两波最远距离。其实能起的，能起来，但是还是要被秒。得要补，要扛，要扛到他六，让他尽可能慢挂一点点，这样才有机会。侧面刀气，哇，这个刀气，这个刀气把握的非常的好。红蝶的这个扇形刀气，它是甩，它是先往左边打，然后通过扇形刀气往右手边 甩，先让前面的这部分判定不会判定到那个机身上，然后再通过扇形的刀气去处理掉这个机。是的，是的。那这波的话，等十几秒，时长又好了。嗯，像刚刚那种的。刀器的使用方法，约瑟夫是个佼佼者。对，约瑟夫是更加夸张的一种刀器。对，先直刀再侧刀的一个刀器。对，哇，直接交洞啊，一个洞博弈一个蝴蝶也是比较常见。哎呦，但是东玄这边毫不犹豫飞过来就给你一刀，似乎这个那边能不能救到？守墓人已经过去了吗？救不到，救不到，这怎么救啊？这么远，守墓人救不到。我觉得救不到，救不到的，救不到的，太远了。对，那东玄这边是提前出来续节奏了，感觉这局是有机会的呀。这出大事了。对，而且还要往大房方向去带。哎，祭司哪去了？绕出去了。没事，问题不大，这个不影响。这个局还是东玄的一个优势局。对，哎呦，倒到里边了还。倒到里面的话，外的那个回忆的机子怎么办？先踹，先踹，不要挂。先过去了。好，先踹，不要挂。走了，走了。挂了的话呢，密码就肯定能好，因为破译加速马上就出来了。是的。哎呦，完了完了！哇，这个市场带出效果来了呀！要那个了呀，要四了。嗯，要四抓了。要四了，我的天哪！这种局踹两下机子太爽了，就是你只要往中场必有遗产，就是想都不用想的。是的，就是这个版本的求者打里奥的回忆，习惯性往中场走。对，因为中场离大房最近呀，你安全能休息中场。对，那有没有遗产？对不对？肯定的。那外围的话新起了一台，然后脸上是一台大遗产，同时的话还没有化险为夷能够，对，机械师的化险为夷是被吞掉了。嗯，给到一刀，把人扯下来。不是，守墓人是用过了，用过了。他那个守墓人是他用过，我知道。对，他是那个病患手里面是带双残的。对，没到。哎呦，没过去，猫猫这边失误了呀。讲道理，他们排位里面红蝶应该打不少吧？嗯，打的不少，应该是遇见不少。对，打不少。其实打红蝶的熟练度他们应该都有的，问题是可能没有想到东玄会来这一手。嗯，因为这个版本的红蝶确实，这个可能新版本的红蝶很多人都能玩顺手，但这个版本的红蝶不是所有人都能玩顺手的。没错。嗯，那这台密码其实永远开不了了，看这意思。出去拦了，那保一个了，这个人也不来救了，保一个。是的。哎，等会儿从后面摸过来了。还要救吗？要救的话感觉一个都不好跑呀，状态再损失一点。要救了，来都来了，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你还能走了不成？想打针对洞穴好稳。嗯，这边庞哥也在。他怕是哦呦这个刀气把握，这个刀气把握太好了。他同样一样的道理，也是先直刀避你的那个守墓人的那个位置，对，再甩刀，然后再甩到那个扇形，通过扇形的刀气范围，对，扇形的延迟刀范围打到这个祭司。对，其实这个整体动作慢放就是小白的轻击。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出刀再拐，再拐，对吧？是的。那这样的话，市场再踹一脚，两个人看看能不能拉扯出来一个跑一个的空间啊。对，但是整机等于整机差70呢，这台密码机。是的，但红蝶这个追击速度，说实话，感觉半台机一个人毫不夸张。是的。看一下，找一下回忆的位置吗？往大门方向去找回忆了。那守墓人那边要找到机子修啊，回来了。守墓人回大房修了。那还可以，还可以。看回忆这波牵制吧，手里三个钩子都没用。嗯。回来了，再飞回来。那唐哥继续走拉扯。东玄这边还是要拖自己的一个技能啊，如果能拖出来一个底牌切船的话，基本上是稳的。是的，有说法，慢慢拖嘛，没有关系。对，想要偷板，听到呼吸声了。哦呦，那直接是没有，但是还是砸到。对，因为有明显呼吸声。哎呦，这个飞，可能会有这边可能会有观众觉得这是红蝶的机操，但实际上呢，这种操作的，即使到了二阶也挺难的。对，就相对来讲，你能飞是能飞，但是在比赛里面能用上真的很难的，很少见的。下场了，唐哥这边。嗯。
其实可以逼一个蝴蝶再下产。对，不过他看觉得你飞都飞过来，我不立刻下产的话，你万一是吧，打一刀，对，铲子再给打断了。对，因为他们都习惯了那个新版红蝶，对，那个刀切很快的。过来看一下回忆这边的牵制了，是的，守门人那边已经在点了，守门人那边已经在点了，这个钩子不是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怕牵飞。哎呦，这个飞感觉是把自己害了呀，同学，我觉得没必要，没关系，没必要这样飞啊。对，过去也拉近了，也有一刀，然后底牌切船，四抓了，过去四抓了，对，要传不传？这不传啊，真不传？哎，还要挂吗？哦，没有，就走到楼梯下意思意思啊。那还要消耗自己，不着急，红这个东泉这边慢慢打。东泉可能就觉得看一下这台有多少钱，很稳，我看到你没修了，我不着急过去，万一这台密码机有个90怎么办？走过来。哎，这市场不会要用吧？不用不用，他不用，他就看一眼，用市场看一眼。所以他先确定这个是谁，先把儿子打了，铺垫一下。哦呦，哎呀，好稳，太细了吧？那边变换其实可以交自己，可以交我就处理你呗。对，可以交给守墓人，争取一点。只要守墓人不，只要守墓人没心跳，他就不行，因为是一样的，你给守墓人争取。对，但守墓人当时也不在密码机。对。你给守墓人争取，守墓人也可以给你争取的嘛，两台密码机都是一样50的机子。对的对的。哎，东泉那边飞到楼梯上啊，先站得高看得远嘛，看一下在哪。嗯，没瞅见。现在的话变换直接起了要狗，他是觉得东泉可能会杀一个回马枪找他，但堂哥这边位置是被找到了，那赶紧再回去修，感觉是来不及的，急倒了。那怎么说还不挂，好稳啊，东泉这边也稳啊。再飞过去处理回忆，击到回忆之后基本上一个四抓的，这个碟还能重复利用。大门方向应该是没有办法狗，也没有办法牵制的。嗯，只能说寄希望嘛，寄希望于可以狗得住嘛。嗯，因为他那边是可以消乌鸦的，那边是有台机子。是的。但是找这种东西呢，找是能找到的。对，守墓的话得去给一下密码机压力了。你给密码机压力，传送落地。对，但是不给的话这个也没办法呀。对，只能等到是回忆这边有心跳他才敢点机子。对，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只能依赖回忆他去牵制，他不牵制够是不行的，完了。哎，是没有办法，回忆抽刀，他没有自己了，四抓了。接下来斗五尔求人者只需要跑一个就可以啊。对的对的，不好说的这种情况，看看这种情况，就你前面是有优势，但是你这一波四抓直接翻回去的，你前面的优势根本就不存在了。你要变得斗五的求生者要走一个，那走一个你一定能保证四抓吗？确实很难，因为是里奥的回忆。是的。啊，当然也要看斗五求生者会不会给到很大机会给地堡。嗯。唐哥这边木箱子被找到了，被发现了，感觉马上就要被击倒了。是的，说明有个护腕还能拖点时间。哎，看一下，哎，直接切闪，好，闪现红蝶天下第一。对啊，底牌切闪那更是天下第一了。那这局恭喜啊！那今天在第三局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鱼女是不是又要来了？哇，直接给我们来了一首失常的红蝶，这个是也是准备了多久呢？这个其实一开始并没打算上的，但是呢，局势合适我就上了。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当时其实比分是有点劣势的情况下，你能有这个勇气拿出一个就之前可能没有怎么上过场的角色是需要勇气，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我当时是有点想打，但是又不是很敢打，然后教练给打我就打了。就教练他是怎么说的呢？具体我就跟他说我想打红蝶，他说哦 OK 没问题。其实也是感觉到教练对你的一个无条件的信任，其实可能说这种信任也让你更加有信心的打得更好嘛。而且今天是失常红蝶，感觉现在怎么回事，失常红夫人，失常红蝶，万物皆可失常了，觉得是有什么优势吗？失常红蝶失常红蝶可以弥补红蝶的短板。就空场的短板。确实，而且你其实从开局的时候局势也已经很顺了嘛，接到节奏很快，整局感觉都是在你的掌握之中。那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个点是最关键的那一个点呢？有，
还是开局结实。开局就是撞到了心爱的小机械，是这样吗？开局节奏就很顺，是吗？是的。而且就我们其实看到在大房那一波，你有一波那个侧飞，可能说你当时是很迅速的一下飞了进去，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是需要经过一些研究和练习的。你平时是怎么就是研究了？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啊，这个老红点有手就行了，没什么特别技巧。东凡尔赛玄，今天大家就是等着东玄老师跟我们上课，结果东玄有手就行，你这太伤我们了。东玄的角色跟我们的角色就不是一个角色了，感觉是吗？